我是真材实料。你找他干嘛？他头那么大。我正方检查一下，是都是不同花色。对，确定 ，OK。确定。十到二十之间选一个数字给我。十到二十。好好。惨的，抽到智商不大高。十九是不是？稍等。好。稍等。稍等。二三四五六。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十八十七十二十一十八九九，困闹了。麻烦安静一点。啊，对不起。那是你说十九？十九。十九，十九这个数字是由哪两个数字组成的？一跟九。一加九就等于多少？十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这张你帮我，这张你帮我看着。好。然后这边有一支笔跟纸，麻烦你在上面写下你所看到花色跟数字。画要画图。你也可以画图。哇哦！啊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他叫你画花色和数字，你不要来个素描啊！好了好了。好了，加油！现在怎么样 ？OK， 那麻烦你把这张纸对折两次，对折两次，没错。是什么啊？好像很厉害。对啊。嗯。是什么鬼？两次。那麻烦你就是烧在这个碗里面。好。烧。啊！再烧到手了啦。修修。放了放了。哎呦！做。哎呦！在哪招？取暖。取暖，冬天，冬天有一把火，冬天要来了，加拿大小木屋取暖。哦，我以为是，我也在猜题啊，对不起，指手画脚，这是下一个单元啦。好了，请稍安勿躁，现在呢，我已经从烧什么？烧出来纸，那灰烬知道你要你刚的选牌，嗯。那我刚刚的主题是桃子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多奇迹，多奇迹，跟着我。好。你的牌是不是？哎呦，怎么样？给特写给导播看一下。耶！哎呀，是红心六吗？知道要跟人 PK 什么 ？PK 魔术，太炫了！各位静一静，静一静。魔术师，我抱歉，我对不起。魔术师，对不起。刚刚吴克群说他知道他要 PK 什么了。对，我们来 PK 魔术吧。没事。哎，我后面还有很多很强的，你干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自己变得那么烂呢？好了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正确无误的话，是不是觉得很不错？对，是错了。我好很糗，你也赚你糗啊！我看你还是乖乖唱歌就好，也可以偶尔跳跳舞了，但是千万不要变魔术。米奇，我这个名称，你哪是？我这个名称叫做米奇，出手便知有没有知。便知有没有知，瞬间移动。好的，我现在这边有两条红色丝巾，一条在左边，一条在右边，我要把它绑成，绑在一起，看清楚了，呀呀呀！绑好了以后呢，我现在要把它放在一个全场最显眼的位置，你们大家觉得哪一个地方最显眼？那边星星，好显眼哦，很代表我们哦，不够显眼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有个地方是想好，你问我们干嘛？最显眼，你决定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老大的裤裆里。裤裆，好吧，那站起来一下吧。裤裆，放心，我是专业的，米奇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你给我把
仿他的吗？不行，是你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也可以了，因为你的裤子要紧哦。啊，因为我的裤子比较紧，而且怕摸到。哦哦，对，比较松啊。摸到什么？我怕。你干什么？你让我怕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给镜头 take 一下。谁要给他 take 啊？哦哦哦，哎，不要动他去，动他去。请这位受访者先坐下。丝巾，我要把它变成道具，有点你踩了，你踩了，你搞什么啊你？九爆！我拍了黄米奇，我说是九黄米奇，米奇你好糗，黄米奇，太烂，在干什么？这个还是要秀一下，好软，好的，你超过的啦，重头戏来了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黑色司机咻一瞬间跑到在地上，在地上，在地上，不对，他已经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大家知道在哪里吗？现在请老大站起来，麻烦你借我你的右手。我们一只手，你拉这边是右边，我拉左边，我数到一二三，我们就一起拉哦，一二三，吓人！好啦，一定要拍喽，你们一定要拉喽，一二三，哇！而且还是条蕾丝内裤呢，哈哈哈！哇！哇！什么低级的戏啊？怎么样，魔术师？选手表演，所以跟桃子有的拼了。纯粹表演，剩下一题啊，我们要啊，干脆直接改 round down， 看谁最瞎，谁最瞎，哪个魔术师最瞎？要到育幼院表演，连小朋友都会骂你。